在高雄，那要去那个冈山之眼，就是最近很夯的一个景点。新闻最近常在报，门票好像80块而已。对，完了。我们是要搭接驳车上去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搭接驳车。这边是接驳车的地方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排到这边全部都是人，排到那里，这里全部都在等。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冈山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冈山的那个捷运站，我会觉得很享受，因为它是尾站，捷运站很大，然后下面有两排树，很有大自然的感觉。所以有时候真的其实身心灵很累的时候，坐捷运然后这样休息到尾站，看看风景，坐着听着音乐，真的很舒服。哎，我发现接驳车超快的，它一次来3台接驳车就已经把我们这边的人数砍半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已经到这里了。然后有3台接驳车，接驳车的话3乘是25，如果是买套票的话会比较便宜。这边就是有计程车，然后计程车的话是1个人50。然后我们就要搭接驳车了，大概等了20几分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到了，我们到了，很多东西吃哎，排队要回去的呢。我们喝看看。这是亚麻的纸，叫张国际三宝莲子。对，然后加我们台湾的黑芝麻，然后就像书本一样，谢谢，很好喝哎。对，还有加黑芝麻，然后味道还蛮清爽的。冬天一早起来喝一杯，自己本身就喜欢喝这种东西。一般香肠控，他家就买香肠。好困啊！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我们现在要从这边走上去，走吊桥，然后走完之后从这个白色的这一栋下来，帅气了。我妈不敢走，所以她说她就在这边等我们。哦，哇哦！看到那个桥了，是阿公店水库，水库啊，那边是小冈山啊，对。前面就是那个售票处，从这里就开始排队。这边有很多位置可以坐，但是小狗狗已经怕到在屁屁床，不敢上去了。票的话，那个学生证很优惠，所以如果要来的话，要记得带学生证。这里是不可以带饮料进来的。到了，我现在这边是逆光，然后有钢琴伴奏，也还不错，蛮舒服的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太阳。大家要拍照真的是有点难拍啊，因为人真的非常的多。来看一下这里，哇，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。在中间啊，戴眼镜，你要不要戴眼镜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就这样。你看得到下面的车在跑，车在跑。这边是玻璃的耶。谁敢站近？你敢站吗？你敢吗？我帮你照。敢。好，你去。超恐怖的，不敢站。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对。哎，真的有点可怕，这没办法。一样的，可是这边最好的，花莲那一种下面都是海的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我就看着真的觉得还好，我有点可怕。爸，你去啊，你不是说我没用？好，对吧？我爸来挑战了，Come on，你也不敢对不对？对，走，哇哇，先缓缓一下，1、2、3。桥那么久，请问玻璃在哪？我是觉得是因为我这个有跟，我怕把那个玻璃用破。对，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，应该就敢走过去。OK。蓝天白云其实挺美的啦。再给大家看最后一幕。穿梭在人群之中。
手机没电，相机也差不多没电了，我要快快的过去。是底端了，所以我们已经走这么长。还有刚刚在发抖的那只狗狗被主人抱起来了。好多计程车，我从这边这样看过去。太阳要下山了。我爸去上厕所，然后我弟妈妈在排接驳车了，对，然后不敢上去，其实挺可惜的。我觉得那个木头地板，其实我妈应该是敢上去的啦。啊，玻璃地板超恐怖。玻璃地板就其实真的有点可怕。现在已经是5点了，人还是很多。那这里直到6点这样子？没有，过年到6点。过年到6点，所以平常可能更早。5点。过年到5点。平常是到5点。哦，平常到5点，然后过年到6点。拍个 vlog 记录一下，踏踏青，然后走走逛逛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 YouTube， 追踪我的 IG， 帮我的粉丝团按赞吧。小红书、微博都可以帮我追踪一下哦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I'm awake. I don't know why you make me shine like a star in the sky. I'm okay. I'm okay.